槟城威南五级淡温进群小学13名学生确诊以后，尽管教育部没有勒令校方停课，但上午班几乎没有学生到校上课。截至中午12点，进群小学再有两名学生确诊染疫，他们就读4M 班和6B 班，其中一名10岁的学生也是安亲班的学生。由于确诊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班级，消息传出以后吓坏不少家长，所以都自行让孩子停课。今天的校园是空荡荡一片。进群小学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就出现两宗确诊，学生分别来自 4K 和 6U 班，两名患者是兄弟。昨天再有9个人确诊染病， 4K 班和 6U 班各有4人， 4E 班有1人。尽管上午班没有学生到校上课，但校方依然关注学生的课业进度，安排教师在线上教学。